王泽君已经两人出局哦，这个球被掌握到在左半边，两位都过去还在追，哎呦，最后陈文杰，反向跑的情况之下，他还是掌握住了这个球，那同时呢也化解了朗克桃园队攻占了二三垒的得分圈危机，在这个半局呢，朗克桃园无功而返，没有得分，双方零比零。